别怕，有我在。放开他！你群混蛋！可以开始了，接下来是场英雄救美的戏，加油啊！嗯。英雄救美，你给我好好演。不多俊俏的小妞儿，你答应玩玩啊！救命啊！就算你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哎呀，你就捅了哥几个吧，捅了哥几个吧。戏啊，演戏，演戏而已。哦。这个演赵子龙的，到底算哪根葱啊？三舅，他叫赵毅，是一个新生代实力演员，科班出身，演技成熟，长相帅气，但为人低调又谦虚，有很多小女生都喜欢他。我记得他好像比三舅你还小三岁吧。长得比我老十岁都不止。啊，这个角色其实本来是文墨轩的。文墨轩你还记得吗？就上次给瑶瑶发卡的那个。那个文墨轩他们组合因为巡演档期撞了，所以临时换了这个赵毅顶上来。说个文墨轩又来个赵毅。你刚才不会真的被吓到吧？我第一次拍戏，有点紧张。没事，以后多拍一拍就会习惯了。你们在干嘛？尤老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赵毅哥。赵毅哥？嗯。尤西兄，你好，我是赵毅。我们以前合作过，记不得了，抱歉，男五以下的我都记不住。走。